行运界，信自己，幸福新世界。来看一下今天是2018年的5月24号，苗栗白沙屯拱天宫的妈祖即将回銮，可以看到满满的人潮。好，在前面呢、啊。这边走进去，再走进去就是那个，也可以去泡脚了。走啊，走啊。哦，真的是不可思议，太不可思议了哈、哦！全都是满满的人潮，越来越大，活动越来越大，因为电视一播，那人家口耳相传啊。所以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对。你这就完了。先告一段落，真的是绵延大概快接近10几公里，没有问题。你看，我们两口耳相传的，最行的就是那几个月前的，那也要人家那个要拜啊，妈祖。